是很会唱，唱那么多干什么？就是对，你在唱才唱多，这样就浪费孔锵的时间了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是我老公呢，那是我亲哥了。那你亲哥好像又亲哥了。我时间很好，很好浪费。那你没办法买吗？大了还要办我呢，几倍啊？孔锵老师，这个年纪都被压比较多，怎么是压的？对啊。我感觉你演青年足神，我从头到尾拢盯在看，以后有够好。以后我一难怪你都没落去。别讲诶，以后我一定哦爱挂一支。哦，原来你都没有演。对，我都看那边。对，来真好，完全没离开过。我说你怎么背得那么熟？不是没有，完全没有啦，还是有背。其实我觉得我不会 NG， 是因为那个几盛汤，几盛汤，几细汤，他坐在那个，一共几细汤啊？几细汤，几细汤，几细汤啊？那几细汤。素心汤，素心汤，看你要啉什么汤，古仔。把水汤喝啦。妈妈请你好，爸爸用。这个妈妈请你也好用，因为爸爸要用。爸爸不会用，妈妈也不会用。小春，台东人，山地人，绿岛人，原住民的。是好久没有看到你。什么看到？不是看到。发音也标准的给。我鸡巴个背，我鸡巴个背哦。哎，那什么，这个什么叫青蛙咖啡？哦，那个两斤两毛的，我很久没有看到你，你他妈还多饿呢，你就还好高了。你看机会，青蛙咖啡，家己好，麻醉讲啊，讲啊大哥，你看我两个徛做有像阿公传孙那边注册了，对不对？阿公，哎，阿公，这这那个奖打掉注册去了，注册发输的吼。蒲公山。你是蒲公山还是用蒲公山？你前天才在讲读书呢，我都背了。哦，是不是？你现在输了，我输了。哎，你点点点，好，你赶快唱歌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哎，蒜头路是吗？蒜头路是迄个路，蒜头路是我的。我也挂了。阿伯来了。说为什么要挑这首歌出来唱？因为探单也低的，好探单也低的，好噶这首歌嘛，是不是？啊不，无人喜欢呢。对啊。多久没有认真唱？我跟制作人说，哎，这首歌多久没有唱？那么好的，那么美的歌，我们就把刚好就搭配我们那个原点，因为那个原点的夕阳我去拍过，就这样还拖那个，我觉得那个那时候我当场我就哼这首歌。我也是差不多30年没有弹过这首歌。真的，你说探望也会记。对，探一下也给多悲壮，多悲壮，真的悲壮。我们做音乐都是这样子，年轻人听不懂。承先启后，我们要启后，我们是承先，就是承先人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我们就是把这个留到后面的人，让他不要忘记了。我说是你们承先人啊，哎，承先好，不要做鬼，讲不讲？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